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柳 ，A.K.A. 圈妹蚁人。我相信大家应该很久没有看到新影片了，因为我这三个月都在忙彩券行的事，所以一直到了最近才把一切的事情落幕，跟大家说声 Selamat。但是还是要来彩券行找我。今天我们很特别，是我们来到了台中，我们要拍一样的出游系列，但是是不一样的主题，我们要去看大甲妈祖绕境。介绍我们今天的旅游伙伴，只靠一张嘴生活的男人玉祥，同时也是我们台湾人协会的秘书长。耶耶，是我啊，多抱歉嘛。别看我是台湾人协会的秘书长玉祥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旅游伙伴，是玉祥的看护，30几万订阅的 YouTube 弟呀弟呀，还有我们新的导演阿珍。其实对我们旅行组来讲，我们要一起出去玩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困难，因为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大众运输可以到达，所以不是说每一个障碍者都能坐一般普通的车。再帮电动轮椅就等没站得去。但我跟你讲，福斯它有出一款 Caddy 福祉车，只要有这台车，我就可以载着你到处去玩。就像今天我要载着你去大甲妈祖绕境，我们还要钻教底，钻教底，祈求我们今年能够平平安安，也祈求我们这个钻完之后，把我持枪走了。应该是你要载我去，但是你要得开，这就是人家贴心的地方，他要帮我送去改装厂，已经改好，所以等一下会是由我来驾驶这台车载你出去玩，你就直接开这台车走。对啊，那今天结束你便直接开回家吗？今天结束我就把这台车开回家，就属于我的。好，你要多多带我出去玩。好啦，不吵。OK。好棒，棒，棒啊，棒一个。万能看护，交给你了，阿珍。Are you ready? Ready,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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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. 大家妈，大家妈，下班了吗？木，吃烂吃烂，马干，马干是印尼话吃饭的意思。前浪前浪是散步，现在是一年话就轻易肉。玉祥，你多久没有坐车了？超久，然后坐捷运比较多。屁啦！你有坐二八？对啊，你是不是影片包袱？社会化久了，开始说社会化。因为社会变快了。哇、哦！玉祥，你多久没有被轮椅族载出门了？才很久，这是第一次，好不好？这是第一次，当然第一次啊！你把你的第一次给我了，我把你的，对，把我的信给你。啊，怎么样？怎么交代？一切还刺激吗？现在不会啊，我觉得还蛮 OK 的。怎么样？你觉得这台车怎么样？你要讲你坐过的经验啊，对不对？你之前也是都坐 KD 吗？我坐了坐进之后，我也都坐 KD， 因为其他的福祉车我就上不去了。真的？对，它 KD 的，它的那个底座是斜板的，所以比较好上。是因为我的电轮摆就比较高的，我的整个高度也比较高，所以 KD 刚好符合我的身高。大甲妈等下会走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大甲妈可能会为台湾轮椅人出台湾轮椅人协会。台湾轮椅人协会增添香油钱吧。我们需要企业跟厂商的商业赞助。我们今年要办轮椅技巧障碍赛。我们今年要办轮椅技巧障碍赛，预算大概是300万，办在台北大巨蛋。我靠！对啊，大巨蛋要多少钱？我现在开往彰化。中华，彰化，中华 station。
走不知道去哪里了。啊，谢谢老哥，我有两大吊金了，谢谢。哦，好棒啊，我觉得好有趣。爱打红文金，不知道，跟着排就对了。在人那么多排列正好，跟你讲，只要是排列的东西都是好东西。有什么东西是排的是好？追我的人。刚刚大姐说，妈的，在右后方向。你当然想少这个，不好意思，你等小心，他怎么样吗？不要啊，来来。小心都好，谢谢。吃吧。对，好棒哦！还有肉，好香哦！这个酥皮的，那上面有酥皮冻没？酥皮就是气手酥啊，光发小。光发小。我找这上面。阿娇哎，我要吃烤饭。到了，我说你需要炒面啊，它炒的很好吃耶，我根本还没吃到炒面。再拍吧，哎，真的很好吃耶，我觉得很赞，它沿路上是肚子好酸的，所以要来参加嘛，随便好吃耶。对，原本要拍什么？八元。现在在等我带你们啊，那都会爆米冻，哎哦，那谢谢阿祖宝，谢谢，哎，先不陪闹闹，早就拖啊，我那么爱你，再拖这是底牌了，再拖下去我要去 OnlyFans， 再答对啊，我们会买，比较好玩，还有趣，我喜欢那个氛围。哎，热情、团结、善良，这样 nice。希望我们的社会也可以这样。好紧张耶！欢迎过来，欢迎进来看嘛。你跟着，很奇妙的感觉，有震撼。我爸找到我。他们还可以把那个教室就是扛着。客人，他们刚找我刚好的，好高。哎，乱拿就全部抬起来，比杆更高，杆子还不够高，直接扶脚底直接撑起来，酷。这是妈祖经过这里吗？默念一些，我怎么都没有想。是无杂念的耶，我啥都没想，我是觉得一股气进来。哦，哎，我要问这让你怕什么？这让我会痛。你怕痛，不是我也会痛，我一般人。那意思是可以撞你的脚，不要撞你的头，脚可以撞没关系。我乖的，啊来。来跳。好，我们已经结束今天大甲妈祖的一天。
我真的觉得人的一生一定要参加一次大甲妈祖的绕境，这是很奇妙的感受。你会感受到人最纯真的善良与快乐以及热情，在这些人与人的相处之中。我们路上拿了超多东西，而且都是路人没有跟我们说，我们就直接过来要给我。他就是给我们，他就是祝我们平安健康，平安健康。他们也不会说什么那种早日康复这种干话。哎，真的没有人讲早日康复，对不对？八五平安加油！对这个绕境，大家就是彼此鼓励着。我们真是一个团结的巷子，好像扯太远了，不是 ending 了，不要再讲那么多屁话。我觉得很多感触啊，对不对？我刚遇到一个大哥，他说他走了28年，你刚说话他就在走。没有，我还是有，他就在走。哎，大哥很善良，因为我刚开始不知道去哪里转教的。是吗？然后大哥看到我就说他帮我安排。我个人对于大甲妈祖是第一次，你有相关经验？是第一次。应该说你相对于我更不方便，你只能搭大众运输，然后才能去到你想去的地方，要不然就会花比别人多一倍的钱坐无障碍计程车。没错，而且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预定，对吧？而且你知道很难订，又好贵。所以你觉得我们今天福斯的福斯车怎么样？方便，我想去哪就去哪，有你在去哪都方便。有我在去哪都方便。当然，听起来好像要嫁给我，还是我们明天去公证？不要。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，喜欢我影片，帮忙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想看我去哪，或是做什么样的运动，都欢迎下方留言。那我们就下见，拜拜。拜拜。